情人小姐，你们好，你们订了情人大餐，我马上就为你们送上哦。东西怎么全都掉了啦？小姐，我来帮你的忙吧。贝贝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哎，太太你好，请你跟我们一起来跟你先生开个玩笑好吗？哎，等一下你就把你的结婚戒指送给那个演乞丐的大叔，这样了解了吗 ？OK 啊，那现场交给你喽。先生，谢谢你的帮忙哦。大哥，你有没有零钱可以让我去买一碗肉霸粉来吃？我好几天没吃饭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零钱来的。你怎么这么小气啦？人家都好几天没吃饭了耶。哎，不然我把你送给我的钻戒送给他好了。哇，现在我不用吃肉霸粉了，我还是可以吃西餐厅了。哎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那个钻戒好几万的。我这条钻石项链，你不嫌弃的话，你就拿去吧。哎，你脑子进水了？这位美女，太感谢你了，你太离谱了啦！帅哥，赏我一点零钱好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呢。那这位美女应该有吧？我只要这个戒指可以让你去填饱肚子。美女，你真是好心人呐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？你没听过钱财乃身外之物吗？你连结婚戒指都送人了，那我干脆也去找小三好了。哎，戒指是我的，快还来！